就也要特别小心。印度南部的塔米尔纳都省在日前发生有大量民众他们喝到假酒，结果导致呢上吐下泻甚至死亡的不幸事件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至今呢有大约200人受害，其中死亡人数已经累计有54人，还有100多人在医院救治当中。当地官员指出，警方已经逮捕7名涉案人士，之后呢还会对这个酒品专卖店以及酿酒商来采取行动。而报道也指出，因为呢这个印度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名贵的酒，也因此假酒夺命的案例并不罕见。印度社会也一直呼吁要严惩制作贩售假酒的业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